像爬沙，爬沙，一二三，好，慢慢的转，一二，回正，放松，收，好，调整呼吸，好。如果这样练习呢，招式比较繁多，我们可以单招单招练习。那我先示范一下，猛虎扑时腿蹬不高，我们就稍微站直，蹬到膝盖的高度就可以，再下落，前移，抓。五禽戏练习完之后，如果动作难度有的话呢，我们可以先从简易版把动作记熟。那动作呢，简易版就是把一些幅度呢做小，然后呢站姿高一点。那其他要领一样，我们现在跟着一起来练习。好，开步，打开，吸气。好，脚跟如果垫不起来就不用垫没有关系，或是稍微看自己的能量哦，能力放松，打开，慢慢的吸气，举起来转。好，五举先顶，腿力不足就微弯就好，上蹲，放松，打开，吸气，扩胸一下就可以，慢慢吐气，拉，稍微蹲拉回来。好，猛虎扑时腿蹬不高，我们就稍微站直，蹬到膝盖的高度就可以，再下落，前移，抓。好，先站稳，调整呼吸，再放松，拉气，抓，吸，吐。好，转身，画圆，移动。好，五掌风云，一、二、三。转过来，回正，放松，收，调整呼吸，开步，拉起虎正，深微吸，挺胸，呼气，好，稍微停一下，放松，手再举起，掌心向上。四十五度，按照自己能力下蹲，但是记得虚实分明。呼，打开，吸，往后，往下，往前，慢慢的收回。哦，腿如果会酸就站高没有关系。猛虎扑时，好，脚可以站高，站稳，提膝，蹬腿，落地。呼时，调整呼吸，放松，把气抓进来，呼气，好，画圆，灵虎摆尾，转过来，虎掌风云，好，像爬沙，爬沙，一二三，好，慢慢的转，一。二，回正，放松，收，好，调整呼吸。好，如果这样练习呢，招式比较繁多，我们可以单招单招练习。那我先示范一下，譬如说第一招虎正深微，我们可以这样子，平常就做10次、20次，吸气，吐气，好，放松。吸，吐，好，那做完20次之后呢，你也可以虎举先顶，好，这样子单招练习，吸气，然后呢，重心放你的右脚往上推，好，再下来，吸气，收起来，重心左移，吐气，再放下来，好，再一次。拉开，吸气，吐气，前推，放松下来，打开，吸气，
重心左移，挺胸扩胸，好，慢慢的推，想象气从肺经走，好，收。那俯身蹲踞呢，一样可以单招练习，好，我们就伸手打开，重心右移，吸，松，好，伸手拖开，重心右移，好，出，左移之后出右脚，搂，蹲，停一下，再回正，再上推，扩胸，重心右移，搂，蹲，放松，手上托，开掌，左移，搂，把气抓进来，伸，好，猛虎扑食呢，我们就这样练习，好，提膝，蹬腿，扑，收回，提膝，蹬腿，扑，收回，提膝，蹬腿，扑出，收回，提膝，蹬腿，扑出，收回，这样子把平衡练好。好，虎啸生风，我们一样可以单招练习，吸，吐，好，打开，吸，吐，拉起来，吸，吐，好，放松，打开，先抓，气抓进来，抓到中府云门的位置，吐气，我们可以一边做十次，然后再换边练习，吸，吐，好，收回，我们这边再做几次咯，吸，吐，好，打开，吸，吐，放松，吸，吐，好，放松，好，猛虎摆尾呢，我们就站着原地，好，这样子画圆，从左边画右边，好，你这样可以画十次、二十次，好，好，画完一边之后呢，我们再换边练习，好，灵虎摆尾，单练。收，好，虎掌风云呢，一样，好，可以单独练习，好，就站好，伸手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出，撑出去，抓一下，拉回，撑出去，抓一下，拉回，出去，抓一下，拉回，出去，抓一下，拉回，出去，好，这样子呢，对我们手指的肌肉啊，末端肌肉的训练呢，效果非常的好。好，然后就收。